走的时候露出那个胸线的部分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白的，他没有拉开啦，没有白啊，没有白啊。你开太快了，新哥。长一些豆子油啦，没有问题。是来推荐办公室男神哇！你们那间办公室都男神女神。聊聊你，聊聊你，你们是什么行业？做化妆品？哦，对，他是彩妆师啊。你呢？我是文教基金会秘书，但是我们女孩子都是要化妆，所以一定会认识。哦，最需要就是跟彩妆保养品有关的。哦，就因为就这样认识了。那这个人帅到什么程度？他非常帅，他号称是熟女杀手。然后同志的天才，男女通杀，男女通杀。我们想要了解的是，他有杀过你吗？哎呦，没有，因为我不是熟女。那你是什么？我是亲熟女。哦，所以他没有，他撇得干净，差一格了。你已经脚踏阴阳界了，快变熟女了，跨界了，跨界。哎，讲得这么好，我会想看的。当然哦，快点出来啊，拜托。他有什么样的这个杀人事迹？哦，因为他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几乎都是熟女，然后那姐姐们都很喜欢，就是我可以 touch 一下嘛，就会这样可能摸摸她的胸肌，或是就说哎你怎么练的啦？怎么练的？还可以这样子哦。然后像我如果带她去那个唱歌，有朋友有一些男性姐妹的聚会，对，那我们男性的同志朋友就会说哎雨山赶快一定要介绍给我们这样子，然后甚至他会说不然你。帮我把他灌醉，就是哇，是福利，福利各位姐妹，这么直接，把他灌醉，把人交出来这样，对，哎呦，就现成的捡尸啦，真的，这么就厉害，捡男尸，而且他身材非常非常的好，身材也很好 ，two C 是土地，来，他是叫做什么名字 ？Daniel， 丹尼尔啊，该不会是姓曹吧？是，你是地主吧？你唱丑八怪在哪里练的啊？三重，在石头土。刚好我最近也在健身。又看三百了，我也。这个本子，哎呦，你看有没有看到？看到，哎呦，你的身材，这个胸肌不得了。我要看现场脱。脱什么？可以。冷静，好不好？没有办法嘛，就是。欧巴。你要聊这一段，我不知道。你做彩妆，等于是要帮女生化妆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哎，我今天妆没有化好，太丰富。没有，你也觉得？你今天超完整。今天他们三个人的妆哪一个最好？我觉得都不错，哎，都不错，因为是味道是不一样的。他连老外都很喜欢，真的假的？黑人呐，外国人是不是？杜丽也是他的菜，对吧？哇塞，就是有一次在我朋友开的酒吧这样，好，对，然后跟我朋友在聊天，聊聊就有黑人走过来。有年纪的大概40几岁 ，OK， 然后就走过来，就下去，就掐下去，正面还是背面？不止我，正面吗？屁股，掐屁股啊？是的，不止我了，还有我朋友，哎呦，一起掐两手，一手一个，然后就 How's going, bro？ 哦 ，Bro， yeah。那时候你怎么回他？我就真的，嘿，你好，赶快啊，就赶快找朋友。是很 man 的。那你本身是有女朋友吗？没有。对，单身啊，单身。太好了，加分。很奇怪哦，我今天问题目怎么问的意兴阑珊？对啊，好像没有什么。感觉出来在硬问呢。啊，对，硬问，认真一点，认真。哎，你刚说你住哪？住哪里？都忘记了，他刚是从哪？三重。他在三重练身体。健身。三重那边有什么特产吗？不用问这个。哎，既然你们都懵，三重两边聊特产，啊不，你们没有啦，因为我既然大家就这样尴尬，我们就直接玩游戏嘛，好不好？好。喂，你都看花痴了。你们又没有问题，奇怪哎。哎，宪哥，你丢了一张，我还有第二张。喂，我给你。让你玩，我养。好了，听说他还有男性的追求者蛮多的，都是男生，女生很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女生很少。
真的假的？不可以，这个角度看过去的那个屁股的形状，很他这种穿着是比较韩风的，难怪会想掐。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来来来，那我们就真的让你们玩一下这个，好吧？好，来来来来来，不，他要跳街舞，这个就是。加分，还加分呐、啊！来，直接来跳街舞，好不好？来来来，哎呦，太公平了，加分呐！哎呀，还 popping 呢！哇塞！哎呦，好长哦，欧巴，好厉害呀！哇，难怪会有 gay 喜欢。你的腿也太长了吧！对呀，好像好像。非常的迷人，而且他真的是走到哪里都会被吃豆腐，然后由于他的个性也比较好相处，对，好相处，所以可以尽量的吃他豆腐，没关系。真是假的，不要任性。哎，大家冷静，这才第一号而已，好吧？心磊觉得这位怎么样？感觉？我喜欢他的身材。哦，可是他有点太白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跟你讲，刚刚他跳舞的时候露出那个胸线的部分的时候是没有那么白的，他没有拉开啦，没有白啊，没有白。你开太快了，新哥。长一些豆子油了，没有对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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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春心荡漾，我的妈呀！小小情绪对我来说，我也不知为何想靠你。脸颊，脸颊，亲一个，脸颊，亲一个。这样闯进我的生活，是你让我看见盘古沙漠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每天为你写一首情歌，用最浪漫的符合，你也轻轻的附和，人生坚定着我们的选择。来考考